我叫何百瑞，这是我刚失恋又失业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空虚，追头也瘦。啊！我被分手了！你们干嘛都不说话？我又还没死！呸呸呸呸呸呸呸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帮他走出来？ Open your heart， 赶快找下一个男人。哦，台骨，美骨，美骨，台骨，美骨，台骨，台骨，美骨，台骨。但是你是我这个月约会来最聊得来的对象。约会？这不是面试吗？啊。#cross <音>你就专心去当网红就好啦。是说麻辣锅跟垃圾话只留给真的好朋友们。<音>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何百瑞的地狱独白，订阅起来。